大肠，王船从那边拉出来，哦，王船拉出来过程中，哎，村民啊，哎，附近13个，总共13个村庄的了，哦，13个村庄的信众来帮忙拉，哦，往前拉，然后要调整60度，慢慢拉，慢慢调整方向，从垂直，从南北向再调整成东西向，哦。看这个王船下面要用好多金子哦，金子垫着，放上天秤，然后桅杆哦，桅杆用吊车来吊。哦，桅杆，桅杆也很粗大啊。哎，那鲤鱼弓还没有放上去哦。桅杆好粗大。哦。我大个好，啊！只问你鱼公啥物时阵要扛？今日我买一个扛来啊。啊，要安怎爬去扛啊？我唔知啊。啊，唔扛扛啊，怎用去？我唔知啊。我唔会啊。